Thank you.
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们在主日的早时，我们用欢喜的心来到圣殿做会来敬拜。虽然我们没法进来到教会中间，我们在电视、在电脑、在荧幕头前，我们有缘可以来敬拜上帝。但这是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但做回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撒鲁玛利亚出世，对本丢比列多忍耐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啊，就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柄，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啊，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即是要请敬拜团带咱做伙来敬拜。你的我
在甲名声，我并无贪慕。
做我的义兄，万面的大主宰，主要做我一生的主义兄，永远惦在我的心内。伊要做我的光灯，予我的一生有光明。伊是我的主宰，无人会当甲伊相比。伫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安尼写，因为神借着所赏赐予咱的圣灵，浇灌伫咱的心中，伊将伊的疼浇灌伫咱的心内。在我们困难中，祂的疼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开力，在风雨中永远跟我们同在。愿我们的一生有祂掌管，引导我们的将来，带我们前进。我们继续听这首诗歌，因为有疼来想念上帝的疼，也要成为我们的祈祷。Oh,
作为来祈祷。主要说完感谢你，亲像这首诗歌所吟的同款，主因为有听，主阮心内有听，是因为你先听阮，你的听充充满满伫阮的内面，互阮有气力会当听阮身躯边的人，会当看见主人的需要，主阮就献上感谢。主因为你听，阮就无搁再忧伤，无搁再忧愁，无搁再忧闷。主啊，求你来帮助阮，让阮的心内面因为充满你的听，就会当看见遐软弱的人，看见有需要的人，看见遐欠缺的人，主阮愿意伸手来帮助。主，阮感谢你，今仔日再起主，搁一届。因带我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的时阵，求主你的话语充充满满，相属在我的中间，主啊，会当进入到你的同在的内面，甲你有迄个美好的连接。主啊，你的话真做阮路上的灯，真做阮脚前的灯。主啊，你的话啊，带阮会当出黑暗，进入你的光明的内面。主，阮实在讲，主，阮常常有软弱，伫阮的生命中间，常常拄着大大细项的代志。我求你，赏赐迄个智慧、启示的信心予阮。阮听见你的话，主，阮就明白过来，阮就要来跟随你，就要为着福音的缘故，主，阮紧紧来看见主你爱阮所做的。把你的福音会当传开看，主，我感谢你，我献上我所有的感谢，俄罗在你的面前，来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那个上大荣耀归咱天顶的父，咱感谢啊，咱今仔日啊，小月姐带咱的敬拜团伫遮啊，咱有真水的这些诗歌，带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啊，即时咱要过来欢迎，那是你是头一届伫啊，咱罗浮教会中间，甲咱做下来礼拜的兄弟，啊，咱会当伫咱的这个 YouTube 哈，这个荧幕下边有一个连接哈，你会使点入去，啊，嘛你填你的大名、你的电话、你的联络的方式，我实在啊，真想要来甲你熟悉，啊，要来甲你交杯。啊，嘛欢迎咱啊，不管是咱老朋友、新朋友啊，咱的兄弟，咱真欢迎你伫咱主日的早时，咱做伙来敬拜。啊，以下有几项重要代志报告吼。咱今仔日有一个圣餐礼，所以咱爱伫厝里啊备班啊，准备心甲主台同齐到。后来咱。后礼拜是咱的日光节约时间的开始，三月十四哈。后礼拜日，所以咱伫后礼拜啊，过来这个拜六啊，咱爱甲这个时间爱拨几钟位啊？几钟啦？提早一点钟啦，就是讲咱那是啊十一点哦，暗时十一点你就爱刷来十二点啊哈，就已经到半暝啊。OK， 好，爱记迄个时间，不是加困一点钟，是减困一点钟哈。OK， 啊，咱对为后礼拜开始有一个幸福门训哈，啊，幸福门训是针对咱前几年中间咱有伫上好小组内面有洗礼，也是已经信主的兄弟，啊，咱这个中间啊，咱要来学习安怎做一个门徒，啊，所以咱这个门训课程，咱欢迎对咱的有幸福门训上甲下两个无同款。啊，来课程，所以咱会使甲咱的科目，也是咱的团体的主席、小组长来报名。啊，咱来看咱的顶面有咱的这个 Zoom 的这个 password 跟 ID 哈，所以咱会使做来报名。啊，过来啊，咱为今仔日啊，这礼拜开始有新的或者幸福小组，咱们过来启动啊哈。啊，前两礼拜是咱的这个备班周。啊，所以咱为今年开始，在第一期中间，咱可能有13组、14组的幸福小组。
后来可能无法度参加伫中间，不过咱是为着幸福小组继续来祈祷，希望咱透过这个福音啊的工作，咱会使带更加侪人来认识咱的主耶稣。阿门。啊，咱今日真欢喜啊，主理牧师伫咱中间要来分享啊信息，把时间交予主理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可以再一次工作，我们在空中，在这个云端，我们可以做回来思想，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求上帝的灵充满在每一个脚步，他的话语的兄弟姊妹中间，可以接到今天的分享，我们彼此可以激励，可以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但这个时间还没开始之前，请我们工作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再一次献上我的敬拜和懊恼。主，你是神，所以我在这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不但有真理，主啊，也让我们有信心。主啊，可以在信心和真理中间，主，我们可以抓到那个平衡点。主啊，恳求你的灵，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这里我愿意来更加认识你。主啊，无论如何，求你主你得到今仔日应当得到荣耀。主，感谢上帝，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我要用一个题目叫做“什么人是走拍无去的迄只羊”吼，中文叫做走私吼，但是这就是什么人是迄拍无去的迄只羊，作为我的题目。阿未开始进行，我特别今仔日要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十可以做开始齁，请我们做会我来念，大家可来看我这个 PowerPoint 是这个华语的齁，台语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有一次这抽税的罪人来耶稣那要听他来讲道理，法利赛人和文士在那碎碎念说，耶稣这个人接到罪人又跟他们做会吃饭。耶稣就用比如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什么人有一百只羊放去一只，你敢会放遐九十九只伫旷野去找迄只放无去的，直到找到为止。找到了后，伊就真欢喜，将迄只羊派伫肩胛头。第六十，伊转来到厝，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哦，甲我同欢喜，因为我已经找到迄放无去迄只羊。我甲你讲，伫天顶嘛，亲像安尼。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比有九十九个唔免悔改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愿上帝祝福伊大家话语。伫阿未开始之前，我讲一个故事。我的太太真个阿嬷，伊是活到一百零四岁。当伊伫一百零一岁的时阵，伊依然足健康。有一届呢，即阿嬷甲亲戚伫踅街的时阵吼，迄阵我搁伫台湾，惊胖去了。我甲真诶拢非常紧张，因为阿嬷已经一百零一岁诶时阵吼，虽然伊身体健康，伊小可有迄个失智症吼，伊真侪代志拢记袂掉，毋知影伊会做啥物，伊敢会伫附近伫继续咧踅呢，还是讲伊敢会真凊彩就坐一个公车，坐一个公车，也准讲即个公车就会当载伊转去吼，所以阮。一边在找伊吼，一方面在找伊，一方面我嘛用一个真歹的拍算，就刚刚讲我们来报警嘛吼。但是阮伫遐嘛是求救上帝，公主啊，上帝啊，你怜悯伊，会当互阮来找着伊。感谢主。无偌久以后呢，有人发记讲，阿嬷伫个附近的顶下骹吼，伊慢慢咧行啦。伊一点嘛无想着讲，伊已经行无去啊吼。感谢上帝，阮会当去找着，顺利去找着伊，伊嘛平安无代志。一直到伊即马已经过身去啊，几啊年以后，我依然会记得这个代志。我的心情当当时嘛是对着阿嬷找着以后，我较平静落来。各位兄弟姊妹，我唔知你敢有即款的经验，特别是你的囡仔，可能有时阵咱去外口真侪人的所在碰无去，啊是讲你的宠物碰无去的经验。我讲唔知影，我唔知影，你阁会记你迄阵你的心碰无去迄物件，还是讲人的迄个心情无？阁找到以后呢？我想，迄种的欢喜只有你自己知影。所以今仔日咱来看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要用罪人甲宗教人的对比吼，来做一个分享。
而且伊讲有一届只抽税罪人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理，啊，这个法利赛人派法利赛人甲这文士看到，就伫遐念讲啊，耶稣这个人吼，你看伊接纳罪人啊，佮甲因坐做伙食饭。所以耶稣听到因遮个人咧讲遮个话以后呢，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人拢真熟。第一个比喻就是头仔阮念的这段，即、这个羊走去，即、这个一只羊放弃的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迄个钱无去，诶，十个银钱的即、这个钱无去的比喻。第三个咱阁较熟，就是迄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吼。所以我看到这三个比喻真明显，因为耶稣看到这犹太人的反应。才会对他说，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在宗教的人士看到说他们这错误的态度。所以今天兄弟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可以说耶稣要来修正在教会中间，今天对着他也好，对着福音也好，有一些错误的态度和看法。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当我在投入幸福小组以后，我常常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过去的我不愿意去接触这些迷信者？为什么过去的我对着传福音这么没负担？特别我在今天看这段经文的开始，我也问我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敢有可能我甲当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所谓宗教人士的态度根本是同款的？所以今仔日请你姊妹，我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先卖讲，咱会当主动去甲这迷信者来传福音好啊？谢主，今仔日教会如果如愿咧开放的时阵，咱伫遐聚会的时阵，你来想看卖，今仔若讲有一个光头的人。伊满身赤灵赤风，真歹面相款的人，突然间入去到你的团客，哎，拄好你讲团客节目是啥物？无拄好就是伫咧拍啦。哇，大家真欢喜，做伙咧用餐，大家抬杠玩到热热咧。但是突然间，惊入去即个不速之客，并且即个人表明讲。啊！伊个腹肚有够枵啊！看到恁遮食了真欢喜，伊讲要想要加入大家。兄弟姐妹，请问你个小组，伊直接个反应上，请问你会用什么款个态度来接待这款个人？难道是讲，其实咱无真习惯这款个场面，咱并无予人训练会当接纳这款伫社会上无予人接受？甚至是予人排斥的这款的边缘人，所以当咱看到这款的人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你有感觉迄个气温吼，忽然间掉到冰点吼，甚至咱会小可会惊。我唔知你有这种的经验，是安怎会安尼呢？我认为，因为教会这种真封闭的群体，因为大家会当就做伙识识人，就做伙，迄个感觉是真好、真水的，就算讲。好啦，今仔日唔是头拄我讲的迄款的人，但是今仔日咱也想看卖，如果有一个甲咱无同款类型的人来到咱中间，检测是黑人也好，检测是无同种也好，文化无同嘛好，讲的语言嘛无同嘛好，甚至我要讲对着政治的看法无同嘛好，我要讲，其实伫教会中，这款排挤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头拄仔咱读的经文，这就是今仔日教会现实的光景。所以兄弟姐妹，如果讲到是安怎，咱对着罪人咱无关心，在圣经中咱常常看到，咱狭义罪人的通常是讲什么人呢？就是只偷税嘛，就是只基督嘛，就是只贼仔嘛。但是咱广义的罪人就更加多啊！兄弟姐妹，今仔日咱嘛问大家。到底我是怎样会去关心他？到底是怎样我无要去关心他？所以我大心来检讨我自己。其实事实上，我无关心人根本的问题就是我自私，因为我只有在意自己，我只有关心自己的需要，
所以真平常，咱有时阵看到少年人讲啊，歹势啦，我要这个拼事业啦，啊，我的囝细汉啦，哈，啊，我要打拼这个事业，也是为着我的囝儿女来打拼。但是兄弟姊妹，你知影无？当你有年岁啊，当你什么拢有的时阵，你的重心游玩，搁伫你的囝儿女，你的重心游玩伫你的事业。所以当人，当咱只注重自己，莫讲做人咯，咱对其他人。甚至在教会中兄弟姊妹也常常是有看不到，就算我们关心联络，说实在我说我会做得好，我也只找那个跟我会合的，但是那常常找我麻烦的，我们就尽量怎么避而远之，少见为妙。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不是这样，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主动去接触那不好看的人，耶稣常常去接触遐所有的罪人、罪人、罪人，所以耶稣是主动去找因，如同伊伫比如讲所讲的。咱继续来看第三十，耶稣安怎讲？耶稣讲：恁中间若有虾米人有一百只羊，放弃一只，你敢会放乎遐九十九只伫旷野去找迄个放唔着的迄只呢？直到找着为止。第五十讲，找到了后，伊就真欢喜，将迄只羊放伫金架头，伊转来到厝，叫朋友、甲厝边的人拢来讲，甲因讲讲，哇，来哦，来甲我同欢喜，因为我找到迄只放弃的羊了。我甲恁讲，伫天顶嘛，亲像安尼，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比有九十九个唔免悔改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亲爱的姊妹，六合教会对2018年开始，在咱的主任牧师、咱的编审牧师带领全教会开始做幸福小组了后，老实讲，我有听到一寡兄弟姊妹对着这种尊严、拜神的文化有小可不以为然，讲较白就是小可无啥欢喜。是安怎呢？因为伊感觉教会敢若亲像甲精神、甲资源拢放伫遮，好因朋友。但是原来这些老兄弟、老姊妹，就敢那亲像唔免照顾了，敢那亲像阮这些人都唔免无重要了。所以伫遮今仔日大心，若讲恁有这种的感觉，我先代表教会教牧同工来向各位道歉。如果你有感觉教会有这种大细心的感觉，检测我的关怀真正做了无够，伫遮我嘛真正爱改进，我嘛真正爱加强。所以兄弟姊妹，请你原谅，咱会当继续会当来做这个啊关怀的代志。但是，我直接看到耶稣伫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三个比喻，其实嘛点出教会一款的现象。迄、那个现象是啥物？如果大心，咱是用父母的角度来看咱自己的囝儿女，我用我自己来做咧。我有三个囡仔，三个查某囝。啊，这三个呢各有各的长处，当然也有他们的软弱。问到这第三个，他的年纪比较小，因为他是我们人生中间的计划意外的 surprise， 所以当我们在他还小的时候，主人因为这第三个他来了比较晚，所以比较需要我们这个母亲的关心和支持。当然比较起来，这就比这两个姐姐更多，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关心，有一段时间，伊这两个姐姐拢认为，我拢较疼第三，啊，心内底小可无欢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过去，我嘛捌安尼想过，我心内咧想读，我读这段经文，我想讲，咱敢有必要为着一只走迷的羊，甲村的九十九只羊放落？敢讲这只羊甲有影比其他的羊搁较贵重呢？而且经文的用词是什么？他怀疑说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到为止。如果你去看原文，这个去找原文的意思就是坚持在找，无放弃去找。那个意思就是无成功、无找到，绝对未断准度刷的意思就对了。那安尼，我看到其实耶稣是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因这种太过在律法的信仰，当他到一个地步已经真多怎样真细真教条式的信仰所带来的危机。所以耶稣才要说这款的比喻，
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我们敢有需要也应该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信仰，落后教会敢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慢慢的我们说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入一种好像是律法已经没有生命力的一种的信仰了。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也好，我们是一群在隐居在山中，我们是一种独善其身，我们不是一种不问世事的群体，检查今天的教会所遇到的挑战不会这么多。但是听到这位事实上是怎样呢？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做我们的模样，他对天顶来到这个地上，他不是去祭司那里，或是说去那宗教领袖的家里面，那是耶稣怎样？耶稣走进去当当时犹太人社会中才抓鱼的这些木匠这抽水，那是怎样？是当当时让人看不起做伙那种的人跟他们做伙的生活。兄弟姐妹，主耶稣关心他生活中的人，不然是他们属灵上的需要。其实我们看到耶稣也关心因实际上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当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有那个社会的责任，因为有这款的责任，所以基督徒我们就必须常常要面对社会。社会真多生活上真不同款方向的代志。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读圣经，我们相信真理。但是你敢知影？事实上，在真侪的时阵，咱来面对真侪这种灰色，唔是遐黑白分明的状况当中间，其实咱是爱做出迄个决定的。所以，当咱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阵，这嘛其实在考验咱对圣经有认捌偌济，以及咱敢有真学习真好的解说。而且咱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模样是什么？耶稣常常跟罪人坐做伙，但是耶稣却没要跟他们怎样同流合污。但是耶稣也没要闪开任何人因为他接触罪人来挑战他的问题。甚至我们看到耶稣爱基督徒在世上爱真做什么？真做光跟阳，敢不是呢？所以一位真正跟对耶稣的门徒完全恶，无要去参与伫社会中间。颠倒，咱爱走入去社会，咱爱真积极去面对社会各种各款争议的话题。安尼讲，真如果咱安尼做，亲像耶稣同款，予法利赛人来攻击。所以伫遮，我要用教宗方济各伊讲过一句话，我真介意。伊讲，我宁可教会受伤。我宁可教会去用垃圾，因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教会真正走入去人群中间，那不是自我局限，把它固守在这种自我安全的那种防护网里面。所以兄弟姐妹，当我们读圣经，不是要教我们可以做这个也好，还是说不可以做那个啦。最重要读圣经是要怎样？是要可以走出来的结果。兄弟姐妹，这才是要考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其实这也反映对着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以及我们的做法，敢不是呢？所以说到这，今天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说是怎样当当时耶稣他所传的福音可以吸引人，但是今天的教会同样的福音的内容，我们却不能继续吸引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另外，如果今天的经文中说，好，这九十九只羊就是你跟我，请问那只走迷的那只羊到底是谁呢？你可能问我，你说啊，对不起，就是那些迷信者，就是你最近在接触，你在做这个幸福小组，这福音朋友啊。但是兄弟姐妹，敢真正耶稣是这个意思呢？今天请为我祷告，我要讲到一个一般华人教会无啥敢讲的话题。兄弟姐妹，那是什么？
那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各位兄弟姊妹，我要请问各位，咱的教会敢会当接纳同性恋的族群吗？并且，咱是要安怎来看待同性恋呢？如果咱若是准伫教会内底继续无要讲这个代志，请问这件代志就袂继续发生吗？我甲各位讲，当我咧准备这段文、这个讲章的时阵，我咧问我的查某囝。你敢知伊伫阮查某囝的高中，你已经无法度想象，迄个同性恋的比例已经有偌悬了。如果咱继续伫教会内底讲一寡表面的代志，其实咱会惊儿女，走到伫教会外面，伊咧面对这同性的问题也好啊，甚至我要甲你讲，这性观念开放的代志，甚至是毒品的代志。所以我伫遮，我认为，在座咱伫教会内底大部分的人，可能嘛是有一块的人，恁对着同性恋的人，伫游玩充满一块早期即个媒体咧丑化，甚至是一块无正确的资料所产生的一块成见，甚至我要讲，迄是误解，以及咱是非常有限度的认识。所以我看到基督徒若要去关心同性恋的议题，确实。咱必须爱开时间去了解这个同性恋的本质，并且咱要真谦卑来听因内心的世界，因为安尼，咱才有法度用一种超然。那个超然的意思就是讲，咱无任何的立场，甚至是定罪的态度去评断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族群。另外，针对同性恋的议题。兄弟姊妹，咱千万唔通用一种，敢那亲像我站伫这个岸边，甲同性恋者看作要已经落去水内底迄种的态度，甚至咱马上先入为主，将传播同性恋族群来定罪。因为我看到讲这个问题，唔呐只有因，乃是咱所有的人拢有关系。伫过去，我有伫台湾啊，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我搁伫台湾的时阵，面对当当时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件代志，我其实足艰苦心。其实原因就是讲，我有一个好朋友，伊是一个同性恋者。伫过去，我会当真容易讲，我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同婚合法化，但是我真接纳同性恋这个人。但是自从我这个朋友跟我开始联络以后呢？伊是我较早读高中的时阵，我的同学，我想要甲伊传福音。但是其实我开始有这个朋友联络以后，我真艰苦心，因为对我这个同性恋的朋友来讲，当我咧反对同婚的当时，我就是同样反对同性恋，反对我这个朋友，是安怎呢？因为我这个朋友伊无法度了解什么叫做基督徒反对同性恋，但是基督徒却会当接纳同性恋这个人。我认为这是阮一厢情愿的说法。下属，今仔日阮的亲人中有人是同性恋，请问阮敢犹原这么激烈去抗争呢？咱会当继续反对同婚到一个地步是无保留吗？还是讲？我们可以更加有智慧，不然只用律法的角度，但是也有听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如何可以坚守我们的立场，但是又去听人达到一种的平衡呢？其实在我所念的基督徒中间，甚至在教会里面，我过去我找不到答案。其实我们要了解造成同性恋的因素非常复杂，绝对不是我今天的讲台三言两语，我就能拿一些数据，我就能定论的。检查对着同性恋的成因是先天还是后天，到大游玩争论不休。但是目前的研究，这学者大部分都倾向所有是怎样有同性恋，是因为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影响的综合的结果。我伫遮，我引用袁佑先教授伊所讲的，伊讲基督徒应该表面讲同性恋是一种的选择，因为这种的说法对同性来讲，伊是一种的侮辱。但是虽然是安尼，
同性恋，伊讲唔是一种个选择，但是嘛无表示同性恋就是对生就有来的，就是生出来就有诶。但是如果咱要对这两种，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去选择其中一个原因，这拢是唔对的逻辑。另外，一本册叫做《同性恋十字架》，这本册嘛真好，伊用同性恋是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伊做了一个真好的解说。伊讲，无论是虾米人，要用生来就有的原因来加做同性恋，甲因辩护，还是讲啊，这是后天的环境要来指责同性恋是唔对。伊讲，其实都无这个必要。是安怎呢？因为咱的行为的道德的评价，无应该建立伫是安怎发生的原因这个基础顶面。如果你唔知道我咧讲虾米，迄就亲像咱拢知影白贼。是不是生来就有的？但是你不能说白贼不是罪嘛，是不是？所以因为他用圣经说，圣经在五十一篇第五十，是说我生来就有罪了，在我的老母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所以兄弟姊妹，以这样来看，如果我们教会或是我们基督徒很清楚决定这个同性恋敢是生来就有的，或是说他后来才有的，进一步，咱想要伫道德顶面，甚至伫咱的信仰内面，要解释是对还是唔对？兄弟姊妹，这拢是一种真无负责任的做法，嘛显出教会其实对同性恋的议题是无了解。所以我看，若要攻击同性恋，基督徒其实搁较应该来坚持咱原本的圣经的原则，尽全力。将上帝所设立迄个家庭的价值，以及迄个美好的婚姻观，甲挖出来。如果所有的基督徒，因拢真有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家庭，夫妻的婚姻关系真幸福美满，请问，当教会用这种文化甲价值观去影响社会的时阵，敢够可能，或者同性婚姻底下兴风作浪的机会吗？今天这种同婚的趋势，基督徒和教会敢会当一直在攻击，但是咱却无要好好思考，如果真正要用圣经的角度要来看同性的时阵，请问你以规本圣经的接比同性恋的比迄、那个比例来看，敢真正有值得和教会和基督徒用这么大的气力，只是要为着反对同性恋成家的合法化吗？所以兄弟姊妹，我今天是不是要为着同性恋讲话？但是袁又先这个作者伊讲到，咱其实无让同志群体看到一个伫婚姻以外的另一个选项。兄弟姊妹，这个选项是啥物？这个选项就是独身的生活。伫上帝所设立的群体中，就是伫这个上帝大家庭中，其实独身犹原会当活出真丰富的单身的生活。独身并无亲像过去这个大法官这个甘乃迪所写的安尼，伊讲是注定伫孤单中度过每一天。亲爱兄弟姊妹，我乃知影，独身的人嘛会当有真亲密甲充满疼的关系。独身毋是安慰奖呢，独身会当甲婚姻同款充实，同款会当互人满足。同志群体认为，因为他们认为将婚姻定做一夫一妻是对他们来说不公平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独身代表一种无法度忍受的孤单。亲爱的兄弟姊妹，真多教会一份子，但敢有可能在无注意的中间也参与在这款的看法？其实咱崇拜，咱提高崇拜这个婚姻，但是咱却无看重独身。所以伫教会内底，大部分对着独身的生活，咱其实拢未讲足济，甚至伫教会内底已经咱无单身团契了。所以，如果大部分的人，你拢对独身的生活是感觉是无公平的，这嘛无怪。同性恋也把婚姻来当作一种的权益来争取，亲像同志群体，伊向全世界咧呼吁，伊讲我嘛需要尊重，我嘛需要尊严。
但是教会敢无应该为着这独身的兄弟姊妹，嘛同款来争取因的尊严甲尊重吗？咱敢会当只有因带人去找求婚姻，将婚姻看作是咧听的最高的典范，还是讲咱会当去因带人，无论因是已经结婚啊，无论因是独身，会当去追求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基督徒的人生？去一直不停的去追求迄个爱的上好的模范，迄个模范就是耶稣基督。啊，安尼，咱要安怎做？迄个决定权，搁伫咱的心中。伫《校园杂志》有一届有一个文章讲到，伊讲基督徒去面对同婚这个议题上有这么大的挑战，其实拢是咱将咱的这个眼光放伫废除同性婚姻的这代志顶面。但是，咱看到世界的潮流，我来知影，你反对同性恋，就甲反对世俗化，其实是有同款的结果。迄、那个什么意思呢？迄个意思就是讲，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绝对袂因为基督徒反对就停止了。所以，如果是安尼，教会敢有需要开这么侪的精神伫这顶面呢？还是讲咱颠倒会当去鼓励，咱会当去坚守？会当去看重上帝所祝福的婚姻甲价值观呢？若是咱要气噗噗啊，无凭去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甚至咱要行出去去抗议，兄弟姊妹，基督徒甲袂当真正有听，会当行入去同志圈内底去听伊，去关心因，教会甲袂当帮助因去认捌耶稣甲福音呢？因为安尼，如果伊会当认捌耶稣，将这无合上帝心意的情欲，靠着耶稣来提掉呢？今仔日，那基督徒甲教会为着反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有可能真多阻挡这原本会当接受福音的这个同性恋族群，咱来想清楚，安尼，敢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吗？第三，我要讲，咱要看到耶稣讲什么？我甲恁讲，一个罪人的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嘛是安尼来为伊欢喜。头前我捌问过兄弟姊妹，恁敢有碰起物件，搁找到的经验？我想一定有，敢毋是？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物，但是迄种的欢喜，甲这个喜乐，只有你自己较知影。所以耶稣在比喻一开始头前，伊讲出这个法利赛人甲文士私底下在看耶稣接待罪人，佮教因食饭的心态。其实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教会光景。伫顶礼拜，这杨奇牧师伊分享有一句话，我真喜欢伊讲的。伊讲，若是大家无真正入去到生命的淬炼中间，人是真恶，会当去学着生命成长的功课。我认为基督徒其实无需要靠任何的政治的手段去强调咱的价值观，也是讲咱的原则。因为兄弟姊妹，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才是代表咱的信仰，这才是真正基督信仰上大的特色。就亲像这个太阳甲北风的这个遇到的故事，敢毋是呢？咱不是教会要尽全力去阻挡，教会乃是要摆上，放把这个恩典客起来，去用恩典去接纳人。兄弟姊妹，因为相信上帝的人，应该是上未受气的人；相信上帝的人，应该是上未挂虑、上未惊的人。因为咱知影，上帝对头到尾，永远拢在掌管。咱唔通袂记哩，伫过去。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阵，颠倒还是福音上界兴旺的时阵，敢毋是呢？但是今仔日，如果咱看到教会只要注重讲律法，但是却无要去听，你会问我，教会哪会无要讲听？教会敢毋是上爱讲听的所在吗？兄弟姊妹，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会当伫教会内底讲一大堆听的道理。咱讲无够，咱甚至用唱的。但是兄弟姊妹，
基督的听未当只有用讲的，咱要学习耶稣基督，咱爱活出这个基督的听。这嘛无怪，除了大使命，主耶稣吩咐，我爱彼此相听，敢毋是吗？因为彼此相听，真人才会认捌出我是甚么人的门徒，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姊妹，对十字架顶，咱有看到十字架是有绝对的是非，没错。但是兄弟姊妹，你们忘记了，是十字架顶端却也有那个丰富、真丰富的听。咱看到这个十字架是用两块插头所组成的，所以我看到十字架顶面，敢那有这个绝对的是非。但是我来讲哦，嘛亲像无，是安那我要安尼讲呢？因为当耶稣基督伊去哩十字架顶面的时阵，请问伊是有罪还是无罪？耶稣基督伊是完全无罪。但是我请问你，这个完全无罪的人，是安那最后变罪有罪呢？并且伊要上一个处罚罪人的十字架。十字架顶面不是讲有公义吗？另外，兄弟姊妹，咱搁想看卖，咱这生来就有罪的人，为什么吃到十字架顶面的火，最后这个无有罪的人会当真罪无罪呢？因为十字架顶唔那有绝对的是非，嘛是有丰富的听。我再讲一解，伫十字架顶唔那有迄个绝对的是非，伊嘛有真丰富的听。亲爱的姊妹，我看到咱的教会嘛应该是安尼。虽然咱的主伫十字架顶，为着要成就迄个丰富的听，但是耶稣嘛爱满足律法，所以耶稣只好安怎，伊爱牺牲自己。所以兄弟姊妹，咱袂当只注重律法，但是却无听。这个听，无论是对着迷信者的福音朋友，还是咱教会内底的肢体，咱拢应当爱安尼。而且我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伊唔拿自私。因阁感觉啊，即个抽税啊好啦，即个基督差到侪人真歹啦，应该吼将因对天国甲赶出去，应该因为因感觉伊家己比因较好，这就是甲家己真做伊，啊，即个自义有真侪种，一方面可能我感觉啊，即个人吼会真烂啦，啊，真垃圾，啊，无就是讲一方面感觉即个人吼真可恨啦。如果咱亲像法利赛人同款，阮感觉遮抽税、罪人、基督、查到，遐拢是社会的粪扫，一无可处，并且呢，遮个人吼，阮感觉遮近，伊就伊会找我的麻烦啦。所以咱讨厌伊的时阵，兄弟姊妹，当然咱袂传福音给因咯。有一个比如真好，伊讲咱遮信耶稣的人，咱得到福音的人，其实亲像。这个炎症末期的病人本来是无救的，但是有一天有一位医生给我们吃一种药，他吃了他就马上会好，完全都好，并且无副作用哦。结果是免费，然后医生就说一句话，你使用了你就要赶紧跟别人分享。所以兄弟姊妹，假使咱食了药啊，得到医治，却无去分享，请问咱是甚么款的人？咱唔那是自私。保罗讲，若有人无听主，这个人通救助。如果兄弟姊妹，咱已经享受、领受上帝这个无条件的听，但是咱却自私，无人无要去甲人分享，这就是真无应该咯。所以今仔日。上到尾，我讲我要用一只羊的比喻来正做我的主题。事实上，咱伫过去，咱常常听到人讲这段经文，咱那讲99只羊的比喻，敢毋是吗？我看起一只羊，这才才是上帝的心意。一只羊的比喻，就是要把迄只羊来挽回，因为上帝疼每一只羊，咱应该好好思考，到底咱身躯边。咱团契中间也好，咱的厝边隔壁也好，到底谁才是那只羊呢？最后，亲爱的兄弟姊妹，
你会记得这个故事，当耶稣跟这个惊感应的妇人说，我也没要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其实耶稣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他是继续到耶路撒冷派去那个十字架，十字架为着我们担当所有的罪。所以求上帝赐智慧，赐这个智慧也嘛甲怜悯。除了兄弟姊妹，咱无凊彩将别人定罪以外呢，基督徒伫面对无论是同性恋的问题也好，是传福音也好，是对着教会兄弟姊妹也好，求主帮助咱更加会当学习耶稣派十字架的心，帮助这兄弟姊妹也好，帮助这福音朋友也好。带领因归向上帝，因为这才是上帝所欢喜的，敢不是呢？愿上帝帮助咱，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咱的上帝，咱各一家献上我的敬拜甲阿罗。主啊，原谅我，主啊，有时阵咱伫教会内底久啊，主啊，咱将咱的信仰真做一种僵化、无生命力的一种信仰。主啊，下次咱的信仰已经真做这种光景的时阵，求主的信心，主啊来帮助阮，互阮各一届伫你的信心内底，互你来恢复，各一届忠心有迄个疼，唔那是对你有疼，主啊嘛对着这失丧的羊，嘛有迄个忠心对天顶来疼，主啊因为你先疼阮，所以阮会当继续去疼你，主啊帮助阮会当去疼迄无好疼的人，主啊感谢你，求你感动阮的敬拜甲阿罗。主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主的牧师带来的信息。咱即马三甲来坐主的道，我要邀请咱中间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三甲来坐主的道。如果你若犹阁阿未受洗，欢迎你来观礼。啊，我真希望你会当紧紧来准备受洗，成做基督徒。啊，一遍，阮过来是坐主的道的时阵。跟我们大家三甲有分。咱所受的圣餐是咱的主所传给咱的，等到咱的主被卖迄一暝，伊提起饼来，祝谢擘开安尼讲：“这是我的身体，为恁所舍的，恁都要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伊食饭了后，伊阁提起杯来安尼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每一遍来饮的时阵，都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即阵邀请咱伫银幕头前的兄弟姊妹，你若是家里厝内面的人，三甲来收这个圣餐，你会当即阵就提出你的饼甲杯来，啊，将伊来分予你厝内面的人。咱请在场的同工吼，一个一个啊，来到头前来领这个主。身体甲主的杯。咱即马就用虔诚的心、三甲来领受主的身体，甲主的宝血。咱大家三甲来祈祷，听我的爸，我的主，我感谢你，主是你家己的恩典，我们才会当成做你厝内面的人，成做你的儿女，成做你的门徒。在这个所在，家己三甲坐倒，
主，我感謝你，不是我們的才情，不是我們的才調，又完全是你因為你疼我們。主啊，幫助我們，看到主，我們本地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就沒有牽條這個穩定，不管你跟大家別人來分享，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我們身邊一位實在是還有很多的人，他們都還沒認識你。主，我們每個月都在領受你的穩定，其實是每天都在領受你的穩定，每個月都在坐你的道，幫助我們，不只在這個地方感覺我們已經滿足了，我們已經都好勢了，都順輸了，主，我們就這樣自以為滿，幫助我們真是謙卑來跟隨你的腳步來走，看到還有很多失敗的樣子，跟你同行，跟你同心，三甲去敲碎那些失败的油回来。主，这时候我们用奉献来到你的面头前，主，是你吩咐我们应该拿的十分之一的奉献，还有用疼心的奉献来到你的面头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主，你想出我们总是超远远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感谢你，主，用这些金钱献在你的面头前，主，真做阮对你主的忠心，才对你的宣告，主，阮愿意来跟随。感谢主，感谢阮用奉献在你面头前的敬拜，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
感谢你，你安尼疼阮。虽然阮过去拢是迄失败的样，主有啥物货会当将失败的样，搁敲锤转来？主是你，是你用你家己的性命。换阮对转来，转来到你的厝内底，做你要去咧憔悴，你无停伫迄个所在，你也无坐伫宝座顶面，一直坐伫遐，敢若像代志已经完成了，因为还有坐坐失败羊伫迄个所在，主啊，帮助阮。当阵阮无用迄、那个，感觉真讨厌迄个眼神，敢像惊太过惊垃圾。看到遐个失败的人，看到遐个失丧的人，用迄款的眼神看到伊，无愿意甲你同心，将因敲找倒来。主啊，阮也是有淡薄即款的想法。恳求你赦免我，感谢主你今仔日接到你的仆人，佮一遍同阮讲，你家己的心意一直拢是伫找、伫敲找迄个失丧的羊，帮助阮甲你同心，对着你的脚步甲你同行，一直行。直到找到遐失丧的羊，总恳求你，也予阮甲你同款，找到遐失丧的羊，予阮有迄个找到失丧的羊迄款的喜乐。因阮真知，即款的喜乐是超过世间的万年。感谢主，你愿意使用阮。甲你同行来敲找遐失丧的羊，也帮助阮紧紧对你行，无停留在即个所在，一直行直到失丧的羊被找回来。感谢主，感谢天父，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甲阮三格之地，天父疼痛充满伫阮的生命内底。要有信心的安慰、交通、坚固、扶持，甲阮众人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